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65页，365页第一行，课题：称佛本怀。分三课。第一，大悲出世。请看经文：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善导大师有两句名言说：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设弥陀本愿海，就是这个意思啊。无尽大悲，普贤行愿品愿，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又以大悲水绕以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这《华严经》上说的，诸佛菩萨以大悲心为体，就是前面所说的住，诸佛之所住。心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一切诸佛之所住。一切诸佛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大慈大悲。换一句话说，大慈大悲就是诸佛如来的根本。大悲从哪里来的？从大智来的。没有智慧，就没有慈悲心。智慧是看破，确实通达明了，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真相，他明白了，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悲心流出来了，智慧慈悲都是心的，都是本来具足，不是从外头学来的，自心里头有。慧能大师说：“何其自心，本自具足。”说明自心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慈悲，无量神通。无量相好，无量道力，一切都是无量，自心
本具的。自性就是佛。啊，今天诸佛安住在慈悲心。这表什么呢？表诸佛如来，应一切众生之所感。这里面有菩萨，有化身菩萨，应化身菩萨之所感，就先报身。啊，应十法界六道里面就现应身跟化身，而以化身最多最普遍。啊，真正做到了随心应量。啊，楞严经上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既然都是自性里本具的，那么我们人人都有份。啊，只是自己现在迷了，并没有失掉，迷了它不起作用。啊，大慈悲心，迷了的时候，就变成现在。凡夫所讲的爱，这个爱的范围不大，完全是自私自利。啊，只知道有自己，有家人，有你所爱的这几个人。除这个之外，你都不爱了，啊！所以大慈悲呀，失掉了。如果你回归自信，你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你这一点点的小爱呀，就会慢慢扩大，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你都会爱。啊，这一桩事情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你本来是大慈大悲。啊，因为障碍它不起作用了。现在障碍除掉了，把自私自利放下了。啊，把我放下了，回归到自信，回归到本来面目，回归到真我，真我就是佛陀。所以，你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例外。啊，只是迷悟不同而已。佛法的教学宗旨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归自信，帮助众生呢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啊，那么这桩事情如何才能达到？方法门径无量无边，所以说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无量无边的法门
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就是四个字：看破放下。只是看破放下的方法不一样。如果离开看破放下，就不是佛法，就不属于八万四名四千法门，不属于佛所说的无量法门。所以佛无有法可说，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真正的所修学的这个法门与看破放下相应，这是真正的佛法。无论是什么宗教，无论是什么学派，教你看破放下的，那就是佛法。就为佛所印证。因为心是大悲心，从大悲心里面流出来的。这个大悲水是比喻，就是爱。悲是怜悯一切众生，众生迷了，可怜了，造作很多恶业，如果不回头，他就有果报。恶业的果报三途。出生恶鬼地狱，他受这果报。善业的果报是三善道：天道、阿修罗道、人道。所以佛的慈悲心、慈悲的氛围。现在人说磁场，大慈悲的磁场，遍法界虚空界，我们好像没有感受到，佛的磁场在不在？在，而且非常强烈。为什么感受不到？是我们自己有烦恼，有业障障碍住了。烦恼业障除掉，你就感受到了。你感受到这个磁场特别好，在这个磁场里面能生欢喜心，生欢喜心就消业障。所以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能成就。为什么能成就？众生跟佛菩萨有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缘若成熟，现身为你说法，你更熟了。听闻佛法，你就能开悟。开悟说，真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就开悟。
不是别的，无尽就是行愿品里面所说的无有穷尽，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敬爱三界，敬爱是连续连名看到三界六道众生，像母亲看儿女，儿女很小，一两岁，什么事都不懂。母亲念念都要关怀他，唯恐他遇到危险，遇到灾难，时时刻刻照顾到。诸佛如来对六道众生呢，确实如此可是众生不见不闻对于佛菩萨这种爱心完全没有体会这是迷得太深造的业障太重，特别是我也所以变成呢完全感受不到真正学佛的人，真正学佛，真心、真愿，真的看破了，真的放下了。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无论学哪个法门，都得到了法喜充满，这个法喜充满就是如来无尽慈悲，磁场里面的感应，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讲最上层的天道，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总共二十八层天。佛为怜悯三界一切众生，所以出现于世。三界众生有苦有难，这就是感。佛菩萨来应出现在世间。用应身，应身就是也来投胎。十个月满了之后出生，跟六道众生业报身的样子
相同。六道众生看了就不奇怪啊，正常啊。啊，为大家示现八相成道。这是表演。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在我们这个世间这一次的表演，佛说了是第八千次，佛常常在世间表演。啊，现在在不在呢？在，我们不认识，我们肯定他在。为什么？众生现在的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能不来吗？肯定来。啊，他不暴露身份，我们不知道。此正表明如来出现世间的本怀。啊，也就是他的本意，就是为这个到世间来。法华经曰：诸佛世尊，唯一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个大事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一桩事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么桩事情，没有别的事情。啊，怎么帮助？佛知道众生苦乐从哪里来的，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众生所有一切苦都是从迷惑颠倒里头发生的。那所有一切乐是从觉悟而来的。对于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明白了，觉悟了，就得乐。苦乐是果报，迷悟是他的因，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果上解决不了。啊，众生没有吃的，送一点吃的给他；众生没得穿的，送点衣服给他。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啊，真正解决是叫他破迷开悟。这真解决啊，彻底解决的办法，所以佛把破迷开悟定作教学的宗旨啊，落实在教育。
佛一生所做的是教育的工作。不是别的。八相成道给我们所实现的。啊。19岁。离开家庭，舍弃王位。他父亲是国王，他是长子。如果不出家，继承王位。他出家，学道去了。啊，学了12年，30岁。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成佛了。证得佛法最高的学位。开始教学啊，在落叶云度五比丘，僧团在这个世界正式形成了。有佛，有法，有僧，五比丘是僧。啊，法是四谛，佛为这五个人是四谛，乔成如尊者开悟了，证阿罗汉果，啊，正法主师，所谓的正法，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义教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这叫正法。所以落叶云第一次讲经，这些条件统统具足，就正法主实现了。啊，佛讲经教学49年，79岁。圆寂，一生教学，这个实现我们要记住。佛是以教学为佛事，佛有神通，菩萨阿罗汉都有神通。不以神通做佛事，用教学。为什么？如果佛以神通做魔事，做佛事，妖魔鬼怪都有神通。啊，那么佛的教法跟妖魔鬼怪这些邪法没有办法辨别了，所以佛采取教学，妖魔鬼怪不会教学，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佛让当时，特别是后代，啊，这些弟子们学习经教，如同佛在世讲经教学没有两样，啊，
特别是中文翻译的经典，我们决定不能有怀疑。我年轻的时候对这桩事情有疑问，问过方老师，问过李老师，方老师的解答是一般的，认为中国人翻译没有犯错，中国人有智慧，有德行，负责任，有充分的信心。李老师告诉我，参加翻译的那些人，许许多多佛菩萨再来的，最低的果位也是阿那含，就是三果以上啊。中国人得天独厚啊，真是蒙三宝加持，所以经译得这么好。意思没有一错，文字绝不亚于梵文。所以传来的梵文的经典都失传了，都不见了。翻出中文东西，中国人认为很好了，不亚于原文，就可以不必再用原文了，用中文经典就可以了。有这样强烈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我们才能够得利。今天学习不能违背这个宗旨，圣教能够契入，就是真诚心、恭敬心。印光大师教我们，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万分诚敬你就成佛了，你得的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人人都能得到，问题你有没有沉浸心？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与不孝，你要问为什么？佛说的很详细，因为你本来是佛，这是讲真因。你本来是佛，佛说的经哪有不懂的道理，不比人教。全靠感应，真诚心是感，自信清净心它就能应。例子很多，古今都有这些大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经教没有一样不通，这怎么回事？感应的，
自性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我们今天不居住感的条件，所以没有因啊，因为我们的心是散的，是乱的。啊，散乱心不起感应。即定心就有感应。佛法如是，世法亦不例外。世间圣人留下来的教诲也是从自性流出来的啊，所以用真诚心去面对它。古人说的非常好，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念上一千遍意思全明白了，自然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一千遍的真诚恭敬啊，若不是真诚恭敬心，不起感应啊。像往生咒经文上有书，你能够持诵30万遍往生咒，你就能见佛，见到极乐世界。有人真干，早年在台北，张林居士，这湖南才子，他看到这段经文，他就真干，念满30遍，没感应，啊，来跟我说，这精神讲三，我念了三十万遍的，为什么没有感应？这个人傲慢呐、啊！你是沉用沉浸心，念经的时候沉浸心，不念经的时候沉浸心就没有了，这不可以啊！啊，待人接物没有沉浸心。一尽一切尽，一尘一切尘，一慢是一切都傲慢，不行的、啊。啊，不能怪不灵啊，怪自己没有沉浸心啊。啊，为什么锅炉匠念了3年佛？就能见佛，日知时至，站住往生。为什么？他没有傲慢心，他非常谦虚。如果锅炉匠是个才子，念3年、30年也不会有感应。啊，所以要问呐、啊，自私自利的心有没有放下？功高我慢的心有没有放下？那自己的烦恼啊，贪嗔痴有没有放下？通通没放下了。啊。张林居士，我跟他很熟啊。
而且文人习气很重，这是他学佛的障碍。30万遍往生咒没有白念，阿赖耶识里头种了很好的种子，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遇到佛缘，他决定得生净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跟佛结了很深的缘分。法华经曰：诸佛世尊，唯以大势因缘故，出现于世。这是法华经上最重要的一句经文。我们再看下面这三句。黄念老话，他老人家的话：世尊，所以所谓之大势因缘，即宣说弥陀愿力，普度众生。那么这大势因缘，就是善导大师讲的，唯说弥陀本愿海。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人间主要的第一个因素，为这个，不是为别的。说其他的一些经论是恒顺众生，众生的根基没成熟，恒顺他们，把他们引导到净土，引导到这个法门，根性立的，学到最后恍然大悟。学华严的，看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我相信他一定回头。他会放弃华严，专修净土。楞严也不例外。楞严经上25圆通章显示出来那是略说25种法门，门门能成无上道啊。文殊菩萨选择了两个人，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观音是指是阿弥陀佛两位最得力的助手。当然他回归净土啊。我初出家的时候，
还没有受戒。那一年，方丈白胜老法师60大寿，寺院给他办一场很热闹的庆祝。啊，就在那一天，我在灵济寺接见了台湾大学一位客座教授。啊，他带了5、6个同学来见我。这些同学是我们大专讲座的学生，慈光讲座的，啊，跟我都很熟。这个日本客座教授是出家人，日本的出家人，啊，问我学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了楞严经，他问我平常修行哪个法门，是念佛法门。他很讶异也很傲慢，啊，说楞严跟净土有什么关系，问我这句话。啊，一般人只知道楞严跟禅有关系，跟密有关系。啊，是禅宗密宗必修的一个课本，这净土有什么关系？我一听这个教授和尚的话，我就知道他没通，问出这么个问题。我反过来问他，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他还没听出来。啊，他很茫然。啊，净土西方三圣，那关系太密切了。啊，楞严经25圆通，真正教给我们修行法门的，就是这两个菩萨。其他23位所修的法门，我们根性不行啊，我们不能成就啊。唯有这2位菩萨，特别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怎么没有关系呢？那说没有关系是外行啊，根本不懂得楞严的真实意义。啊，所以确实，一切诸佛如来，无论在哪一个国土，世心成佛，主目的都是在宣扬净土。为什么这个法门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保证你一生不退成佛。
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没有的。无量法门里头也找不到的，只有这一门呢。所以善导大师的话是一点都不错，唯说弥陀本愿海，这话真话。因为这个法门难信法门，所以佛先随顺众生。你想学什么，佛就教你什么。到最后你遇到困难了，你学不下去了，佛在劝你修念佛法门。你决定会成就。所以历代多少学教的、学禅的、学密的，学戒律的，最后通通是念佛往生，这就对了。与世尊当年在世间那个教学的意趣自自然然就相应了。所以唯有宣说弥陀愿力普度众生，古时候道卓大师一生专讲阿弥陀经，讲了200多遍，到处讲啊，人家请讲经他就这部经，这不仅好，分量不大，讲也可长可短，单讲经文，很多人在打佛七里头讲弥陀经。7天圆满，我也讲过不少次，也有10几20次，可是最长的，我讲过莲池大师的疏钞。连书带抄一起讲，像现在我们讲黄念老的注解，这一遍呢讲了300多个小时，我记得好像是330多个小时，每一次1个半小时，一部经讲了300次，大概400多个小时，说得很详细，说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没有录像，留下的录音带
我初到美国讲经，就把这一套的录音带放在讲台上，很多人看到了，这么大的分量，问这什么东西？这是阿弥陀经。啊，确实把很多人吓到了，大家都认为弥陀经很简单。啊，一年的时间讲一部弥陀经，怎么讲的？对吗？让人家看到不敢轻视净土。啊，美国的佛教徒，他们学禅学密，禅从日本传过去的，密从西藏传过去的。就藏传的密啊，日本传的禅很丰盛啊，在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净土宗没人讲啊，我到美国也是接受美国的同学他邀请我去啊，是纽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在台湾跟台大了做交换学生啊，所以他到台湾来了，他专攻华严。啊，读《华严经》，读清凉大师的注解，用清凉大师《华严经》书写博士论文，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正好讲华严，所以他就来找我。在我们图书馆住了4个月，这他就告诉我，劝我到美国传净土。他说：“法师，你信？别人到美国去讲净土，没人相信。他说你去，很适合。”啊，所以我到美国的时候，就把净土带过去了。这一套《弥陀经疏钞演义》起了很大作用啊！多少人看的这个，再不敢轻视净土了。这个《无量寿经》就更长了啊！前年。大经节演义1200个小时啊，哪一个学校课程有这么大的分量？华严更不必说了啊，照我以前那个讲法，我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呢？讲的是诸品，大概全经的1/5啊。所以像我那样讲法，一部《华严经》讲圆满，估计要20000个小时，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般人才知道佛教的经典博大精深啊。
啊，方东美先生早年在辅仁大学天主教班的博士班教化语，那是讲大义呀。那时间不长啊，他的课程华严哲学啊，好像是一年，就是2个学期讲大义啊，也讲得非常精彩。真正帮助众生一生成就，只有这个法门。华严法华像楞严，通通是道归极乐。啊，这是我们自己亲身修学。感触特别深。下面这一段，真舍利益，我们看经文，光山大教于真群猛会议。真舍之力啊，真舍之力无过于幸运之名请看注解。光山大教于真群猛光明也，大也，广也，有这么多意思。啊，山是开的意思，就是开始。道教指正道。实教，真实的教诲，啊，叫道教，即诸佛之教化，总指世尊一代实教，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这里道跟教就全都包括了84000法门，故知光山道教即广宣如来经法之意。啊，现在汇集成为大藏经。啊，拯救啊，帮助啊，协助啊，这个意思。猛是亚植物的亚，成为猛。群猛指群生，就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迷失了自信，智慧的能相好不能现前，啊，就像植物萌芽的时代，
啊，人生婴孩的时代啊，这都成佛啊，诸如来以大悲为体，于救一切众生，故曰于真群谋。啊，诸佛如来希望有缘能帮助这一些众生，这是如来的本怀，如来的本愿。一般人会说，他跟众生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干这桩事情？这桩事情是很辛苦的事情。教同盟非常辛苦，老师要做出榜样给学生看。啊，老师做榜样，就是带众生苦。啊，老师教孩子们《弟子规》，老师必须条条做到，你才能教，学生才会相信，才会真学。老师没有做到，讲给他听，他不相信。他也学会讲，他做不到。啊，做不到没用啊。对这个社会不能产生效果。要让学生做到，老师必须先做到。老师要做到带众生苦。啊，得舍己为人，学生才能真正得到利益。慧疏曰：“见顿，过程所依，随缘借蒙度脱，故云。”真全谋，佛的教学，49年的教育，无一不是随机施教啊，众生的根基不相同。一定要随顺啊，聪明才智不一样啊，小孩虽然同年同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根性还是不相同啊，有聪明的，有愚钝的，啊，从读书非常明显能看出来，啊，有聪明的小孩，现在聪明小孩越来越少了。啊，为什么呢？他虽然小，他妄念很多。啊，不像从前，从前小孩没什么妄念，很单纯。他接触的面很小，
孩子跟孩子在一起玩耍。啊，他们玩的地方都是大自然。所以很单纯。现在小孩玩的东西不一样，五花八门。啊，电脑、电视、电子游戏。啊，东西太多了。啊，所以很小的小孩他就学会了，没有从前小孩那么单纯，那么老实，啊，好教，啊，一背书来说，十遍，他能背多少字？中国的古书，每一行20个字，每一页10行，啊，一页2面，20行，20行就400个字。有没有小朋友？古人的标准10遍，10遍就能背。啊，他读10遍，把书本合起来，他能背得下来，这叫标准。啊，这个根是上根。啊，如果背不下来，给他减少100字，让他背300字。能背300字的中根，啊，300字背不下来，背200字，200字的书的一面，是好。啊，200字背不下来，叫他背5行，5行100个字，标准就是10遍就能背。啊，再不行的话，那就差了。背3行，60个字；2行，40个字。用这个方法，啊，这就是其他的根性。所以，老师教的是一门课，同学学的都是这一门，进度。每个人不一样，有人进度很快，有人进度很慢。啊，不像现在学校，啊，现在学校完全都一样的。啊，古时候私塾不一样，每个人程度不一样，一定是契机，啊，契理。啊，那么更新力的进步很快，一年学的东西不少，啊，程度差一点的，他进度就慢，啊，慢不怕，只要有狠，都能成就。中国小学着重扎根，啊，所以基础要厚啊。到了12、13岁了，知识慢慢开了，就鼓励他一门深入，啊，经学、史学、文学。
啊，看他喜欢。学一样啊，这一样东西确确实实是遵守古人教导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他读的遍数多，研究讨论的遍数多。读的遍数多是定力，研究讨论的遍数多是智慧。那么我们就晓得，这种修习的方法，就是佛家所说的戒定慧三学。三学落在学习功课上，啊，遵守古人说的这个原则，就是持戒。一门深入是修定。啊，分享讨论时候有所发明，那是智慧。所以集小物成大物，集大物成大彻大物。这是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啊，佛心、菩萨的心愿，我们知道了。啊，真的非常单纯，就是帮助众生开悟。下面有云。欲指释迦大悲所愿，然此一字通上下，含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为于真群谋，诸如来以大悲为体，于愿。为度者令度，为安者令安。广善道教，皆为之也。这是原文，故通上文。啊，这个里头两句最重要的话。为度者令度，为安者令安。这是一切众生迫切需求的。啊，哪一个不是盼望着呢？佛菩萨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没度啊。不安呢、啊、真的是不安呢、啊、不但我们不安，你去问问哪一个人身心安稳，几乎找不到啊。
没有一个身心安稳，没有一个自己有把握能超越六道轮回啊，能往生净土。不修净土的人就不必说了，修净土人连往生都没有把握。老和尚净宗念了一辈子佛，问他有没有把握，没有。他不是讲客气话，是真的。啊，为什么没有？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心量没脱开，还是小心眼，这就不行了。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了，贪嗔痴慢没放下。这是大麻烦呐，大障碍呀！我们要想这一生得度，要想得安稳，就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你身心就安稳。像前面所说的，住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愿弥陀之所愿，你心就安了，心就定了。经上真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没看懂。没有在意啊，这个过错是我们自己，经没错，佛没错，传法的老师都没错，所以责任还是要自己承担，不能推给别人啊，推给别人就错了。有缘分，亲近善知识是必要的。没有这个缘分，老师一门深入。啊，度数千遍，自然就开悟了。啊，可是自己的毛病习气要改，如果不改，是你开悟的障碍，你开不了悟。毛病习气是什么呢？真的，专看别人的毛病，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啊，会批评别人，不接受别人批评。啊，别人批评你就生气了，就怨恨。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啊，他的批评是不是正确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似是而非，都是自己以为怎样怎样，不是如来真实意啊。如来在经上讲的你没听懂，在这一方面，争议再多的，
真正的心是什么呢？真正是嫉妒傲慢，是从这个心里流出来的。啊，法师把经讲错了，他以为讲错了，不合他的意思。啊，合不合如来的意思呢？给诸位说，如来没有意思。释迦佛讲经49年，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我常说了，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它有什么意思？啊，经怎么说出来的？你看，这个经《阿难祇情》啊。有人问佛了，佛自自然然回答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佛没有意思。那么讲经的人有意思，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啊，怎样才能跟佛的意思接近？跟佛的意思接近，就是跟性的接近。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要真修啊！不真修，见不到真实义。啊，真修的人能见到真实义。真实义是无义。从无心流露出来的是真实。真实意是契机、契理。啊，如果自己没有开悟，争论很多。开悟之后，所有的争论都没有。那么现在有争论的地方，大家跟他辩论，这个毫无意义。佛遇到争论的地方，默然，一句话不说。争论完了，让你们自己去想。末法时期，特别是戒律，几个人持戒，我没有看到过。偶尔有看到过持戒的，啊，持戒的大德怎么样呢？常常批评不持戒。这是不是真持戒？不是。真持戒的人不批评人。持戒的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为什么呢？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这是一条成佛大道。啊，有傲慢心，有嫉妒心，啊，执着分别重，决定、戒定慧三学全部都没有。
啊，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不容易啊。现在这个时间，世尊的末法，各个宗派都衰了，真正修行人稀有难逢啊。我们活在这个夹缝当中，知道自己不是上根立枝，下下根人呐、啊，唯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们只要自己能得生，功德就圆满了。啊，对于别人的指责，我们感恩，没有怨恨。啊，好好想一想，指责是对的，我们要改过；指责是错误的，要原谅他。他没有学过，啊，不要跟他计较。也感谢他啊！唐太宗就有这个雅量，有人当面他指责他，说他的过失啊。太宗旁边的人说：“他这个人对你有误会。”你没有这个过失，他诬赖你。唐太宗笑笑，他是好人，他敢讲话。那我们好好承认，为什么？如果我处分了他，将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讲话，这是高明。这人度量大了啊，所以他能成为一代圣君啊。错误的指责也不会处分你，不会责怪啊，只是你见识不广啊，认为你是好心，你没有智慧，没有见识，啊，常常会错怪别人，啊，你错怪了圣贤君子，他不会计较你。如果你要是对小人这样，他非报复你不可，那就会惹来麻烦了。啊，唐太宗是个圣贤君子啊。不容易。啊，大家知道，我这一生受人指责的太多了，有意无意。啊，回报，侮辱。啊，障碍、陷害，层出不穷。啊，报纸上、杂志上、网络上，到处都是啊。这日子怎么过呢？啊，平心而论，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东西统统都没有。
所以这一些不必管他了。啊，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菩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以恭敬心来对待他们，我们就没有过失。啊，所有一切指责，我们认真反省，有没有？有则改之，要感谢他；无则加勉，也要感谢他。啊，这么多人常常在督促我，常常在看到我，我不能有丝毫错误。啊，误会是决定免不了的。啊，所以我们自己承受，不责怪别人。啊，不要为这些事情去操心，要把时间拿来念佛。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分秒必争，分分秒秒念阿弥陀佛，别管闲事。啊，我们只求往生。啊，所有一切的侮辱，啊，毁谤这一类的，通通是我的增上缘，帮助我消业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要有怨恨心就错了，那我就造孽了。我只有感恩的心，恭敬的心来承受，这就消业障。啊，这一时没造的恶业，前世有啊，无量劫来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啊？啊，所以是善是恶，是是是非，是祸是福，都在自己一念间。我的一念统统转到阿弥陀佛，这就能生净土，那就是消业障。啊，决定不能把这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我们往生这条路就断掉了。啊，这一生不能往生的，这个损失太大了。啊，去不能干这个傻事，对人要感恩。啊，永远生在感恩的世界，这就对了。啊，所以为度领度，为安定安，首先对自己，先度自己，先安自己，啊，再看缘成熟的帮他，缘没有成熟的恒顺众生，啊，他这一生没有法子得度。那么再看下面二，为欲会真舍之力。啊，是欲会真舍之力，为如来于愿众生入弥陀海故。真舍之力是入弥陀愿海。
真解，在于上述，皆归后意曰：诸佛之所以出行于世，于设弥陀愿力，会救万众生，将为本怀故。这个话说得非常之好。我们这一生非常可怜。李老师在世对我很爱护，常常有召见我的房间谈话。老师告诉我，我们所处的是乱世。满清从亡国之后，中国大陆军阀割据，战争从来没断过。伦常道德因果，没人相信了。在这个世间修行太难太难了。张家大师劝我千万不要去做官，告诉我，你做官你心地清白，如果你的部下贪赃枉法，你怎么办？他这个话真的把我吓到了，再不敢想这个行业了。我问他做什么好，他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学释迦牟尼佛，李老师就告诉我，这条路也很难走。古往今来，现在尤其烈。老师说，你讲经教学讲得好，别人嫉妒你；讲得不好，别人讽刺你，笑话你。那你还能活得下去？如果别人嫉妒你，你走投无路啊。老师当年讲的话，我这一生全遇到了。真的是走投无路啊。经营一个小道场都不敢，我一生没有道场。小道场三五个人，能不能做到六合敬？做不到。说得很好听，做不到。为什么呢？每个人有他每个人的看法想法，他不能放下了。修六合敬要放下自己的成见的，依佛的教法这才行啊。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和，四个人做不到啊。这个事情说了差不多三四十年了。35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1977。喜成法师。香港的大德了，觉光西城，觉光老法师还在，90多岁了，
西城大我不多，啊，香港佛教领袖啊，我们确确实实希望能有一个僧团出现，啊，五个人，五比丘，啊，在香港找一块地方，我们不要建房屋。我们住帐篷，我们徒步，啊，他现在很欢喜啊。我们是外地人，到香港去旅游，有时间限制，时间到了回台湾去了，消息就没有了，说说而已，谁肯真干？所以难啊，在这个时代，只有个人明白了自己修好自己，就不错了。啊，两个人当中没有意见，和睦相处都非常不容易得到。啊，谁跟谁两个可以能包容，不能包容。啊，夫妻都吵架，都离婚，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要认清这个时代。啊，只把自己管好，能够影响别人，那就是功德。啊，不求影响别人。啊，自己管好，自己决定的神净土，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那弘法利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道家慈航回头再来，可以做得到。为什么成佛了？啊，自己没成佛，要度众生，叫无有是处。这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回来之后再度众生，这是一条正路。啊，这一部经，这个注解，确确实实能度自己。啊，自己真正相信，真正发愿，依教奉行，啊，实实在在要万缘放下，让自己清净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清净心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人能修六合敬，啊，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会争执，这样的人在一起只有念佛，除念佛之外没有杂心闲话，啊，没有争论是非，啊，如果心地不清净，念佛就好了，不要争论，把争论的时间都用来念佛，自己决定的是争论争胜了还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要懂啊，
那就何必争呢？不必了，让他好了。啊，他对我不对，不对的人乖乖的老实念佛，求忏悔。世出世间圣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接受教诲，我们看这一段的结论，真解总结这个意思，诸佛所以出现于世，于说弥陀愿力，目的是惠救万众生，降为本怀。啊，善导大师说的简单没有。啊，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我们虽然还没有往生，不算是真正成就，但是对于诸佛的本愿要知道，我们要诸佛之愿，诸佛之所住，啊，这是真正求往生的人决定不能少的。前面我们读过，诸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愿弥陀之所愿，得弥陀之所得，这就对了。啊，依教奉行的，认真学习。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还要快速成就，越快越好。啊。早年黄仲昌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法，啊，他是做实验，闭关三年真的往生了，啊，最近的刘素清居士的表现跟经上讲的一样，啊，在下一篇讲到的时候，我会指出来给大家看。啊，他表的是往生之后马上又回来，再表演第二个法往生，这经上有。真难得了，真不容易，他表演得太好了，说明念佛往生这桩事情
我们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做了证据啊。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